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我是胡福奇社。我们今天呢用一点时间来给大家分享这一款叫做新天翼的玩具，它是用了官方 MPM10 下去做放大，还有改涂装的一款玩具。然后呢，它的体型放大的非常的不小，你玩具拿到的时候呢，变成飞机的话呢，非常的霸气。它的大小尺寸呢，绝对是会让人很瞠目结舌的。那这个是官方的 MPM10 啊，我从正上方叠一下，给各位看一下它的一个大小。那我现在这个镜头呢，是用稍微有一点广角啊，我才能够同时的呢把这两个玩具呢都给放进来，所以它的一个真实大小比例可能会跟你荧幕里头看到会有一点点偏差了啊。但是各位你知道它的体型差很多，然后配色的话呢，也是这个的话呢是用了当初官方 MPM02 吧的那一款的这个配色，就比较一个类似真正的这个军武的一个配色，当然这款好像也是。总而言之呢，它以不使用电影第二集的外星刺青的配色的一个放大版本。那像这个灰边的话，就变成了一个白边啊，然后后面这个金色的这个涂装，它的话则是没有的。各位明白知道一下就行了。那这一款的话呢，有一点要特别提一下，它的一个身上的卡扣啊，都非常的紧，然后扣上去之后的话呢，在变形成人的时候解开呢，也是需要花很大的一个力气的。然后底盘，然后给各位看一下，变形的时候呢，可能多少会有一点点刮漆啊，但是我尽量小心了，目前没有怎么个发生。那起落架什么还是有，可是呢，它的这个枪啊，不知道为什么它还是一个，这个还是属于一个金色的一个涂装啊，并没有一个消光的感觉。包括它这个变成人之后，它那个头啊，一样是闪亮亮的一个头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偏爱。那么它的一个这个图像，像这里有一个 FF，各位知道一下啊。那它的话呢，卡扣呢？这是一定要特别提，它的卡扣还是一句话，它互相咬合，因为公差算的没有官方的那么准，然后又是放大的关系，它的一些，我举个例子好了，以这一块来说的话，这个是官方的这个 MPM10 啊，你看我这样放着啊，如果我从这边拎着往上的话呢，拎着往上，它是会这个地方有时候就会松开来，拎着提起来，你看它会松掉。就偶尔啦，偶尔啦，但是呢，这一款的话呢，它的一个还是那么一句话，它的卡扣非常的紧。你这样子，它是，如果你全部把它压到位的话，它会非常非常的密合。那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个就看个人的一个喜好了。变形的部分也就不展示了啊，基本上呢可以说完全一样，只有一个地方呢有一个小小的不同。在这个地方啊，它这边这块凸是硬多出来的。它多出来的话呢，在变成飞机的时候呢，要跟这个部分去做一个结合。但是呢，我觉得它作用并不大。而且呢，有一侧我忘了是哪一侧，很难扣啊，要调整很久才能够扣得上。反正我是觉得那个东西感觉有点多了个鱼呀。然后可以给各位看一下细节，还有它这个应该叫什么？就是什么德国灰嘛，还是一种军武的这种灰色的涂装啊，有一些这个渐层的效果啊，然后指头啊，这个涂装确实是做得非常非常的精细，然后线路管路，那这一块的话呢是塑胶啊，官方的原版这里是金属部件，然后头的话呢依然很迷，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么闪亮的头？我也不晓得，真的不知道。然后它的背后的话呢有一个开关，按下去之后。啊，当然，如果你里面要装电池啊，这个开关有点小，不太好按。按到之后，OK，好，它是头部是可以发光的，嘴巴也一样可以张开。然后机器人的话呢，关节也都是非常的紧，除了腿的这个髋部啊，髋部的话呢，就是它的一个原罪啊，这一带，因为它又是金属又是塑胶片啊。感觉就是有一点点的，比较不站的不是说非常的稳，但是这一款要比官方的站的要更稳，但是呢，还是相对于全身来说，还是一个属于比较偏软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可以给各位看一下它那个背后，背后居然乱七八糟啊！这个部分，好，这个推进器啊什么也都是有的。然后这一块屁帘的话呢，一样是有做一个修改。那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机器人后方。这些地方啊，涂装的话呢也是没有做一个省略了啊，没有做一个省略。然后背包啊什么的，就其他的话就没有什么变化了啊。那我们的话呢，做一下身高的一个简单的对比啊。这个
我们还是只用官方的这个模具呢，稍微做个对比。我官方的这一款的话呢，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脚啊已经是感觉是颇软了、啊，颇软，不晓得是为什么。然后配色就一目了然看得出来，差别是很大的。这个发光的眼睛就把它给闭起来吧啊。然后刚刚提过了啊，就这个，你看这边没有那一块凸啊，但是这一款是有的。然后我们最后的话呢，再对比一个家伙啊，因为呢它是就非常放大啊。我拿出一个 OP 来好了，这款 OP， 我觉得这个身高的话呢，好像是有搭的，它跟这个 LS03 号的一个身高的一个对比。那各位可以看一下啊，具体来说的话呢 ，Startwing 应该还是这么大只一个是没有问题的。那整体来说，它的一个变形是它输给官方最多的地方，这是有点废话，因为它体型第一很大很重，第二。卡扣的话呢是非常需要用很大的力气去扣才能扣到，然后扣上之后呢又非常的紧，整个一体性其实非常好的。那最主要的还是涂装上面的一个尺寸上面的改变，那各位的话呢可以衡量一下这是不是你需要的产品。谢谢各位这一期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